中市民政局一号上午举办103年度宗教团体捐资兴办公益慈善及社会教化事业绩优单位表扬，台中市长林佳龙亲自授奖，感谢宗教团体无私付出。像我们市政府在推动的食物银行，就有很多的这些公庙教会啊，他们在帮忙啊。另外，我们也希望打造志工首都啊。那宗教界就是以菩萨的心肠啊，大家都很慈悲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呢透过这个表扬，一方面呢感谢他们，同时也期待哈未来还可以携手合作，对大台中的社会福利还有这些教化人心能够有所注意。他们除了能够提供一个这个信仰以外哈，就是咱百姓的靠山，对，哦，像真多福祉啦吼。教化人心，而且他会提供资源，然后帮助比较弱势的这些民众市民。那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宗教团体的这个努力与付出，所以台中市政府特别举办这个表扬的大会。台中市长林佳龙上任之后，积极推动志工首都及食物银行，但社会福利政策光靠政府还不够，还好有宗教团体的亲力相助，除了经济上提供救助，甚至在年节时提供热食、礼品、慰问金等等，让弱势族群感受温暖。而对于宗教团体的善心，各界也都是全力相挺支持。宗教团体其实也不单是从下一位受奖的单位是沙鹿区，那从钱财部分可以济贫，所以其实这个社会现在是很需要宗教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宗教团体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和谐、更美好。站在媒体的角度呢，也需要大力去宣导哈。市长希望呢，大家共同，不管你是宗教、教育、文化等等等所有单位呢，大家都可以负起这个教化社会，让社会更向善、更正面的力量。那我们一定全力来支持。这次获得肯定的共有66个宗教团体，市长林佳龙除了代替市民感谢大家之外，也力邀宗教团体参加台中市像是2018花博等大型活动，让多元宗教在台中蓬勃发展。九军台中采访报道。